美人，美人，陈景，怎么是你？怎么，皇上很失望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殚精竭虑地替你处理政务，你竟然还敢找别的男人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别打扰我找美人。既然这样，那你放我走吧。好啊，正好我也不想再看到你了。美人，你怎么跑出去了？她是美人，不然呢？这是我好不容易替你找来的生日礼物啊！我错怪你了。原来你刚才在吃醋啊？你不会喜欢上我了吧？我就是喜欢你，别丢下我好吗？那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你吧。小懒钟，快起来，外国使臣来了。当皇帝好累啊！你当皇帝，我干活，咱俩到底谁更累？皇上，外国使臣进贡了一位南美人，在哪儿呢？向宁。